各位同事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事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是，后壁我走足侪人去啊，无要紧，因若无要听，以后要补的机会较少。是，各位同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来讲，这回请大家都回来，跟他台湾风俗讲，我做回娘家哦。咱大家拢是民政府培养出来，查某囝啊个后生。啊！即嘛有个人离开一阵时间啊，所以即嘛回来干呐，回娘家。啊，比如说你再去有讲，即嘛要请恁回来。